奉主君圣诞为家，弄呢？用平安照片，不么干什么呀？一点点，弄呢？老婆都早晨等呗，你说来来好做。上班叫我用新娘的那种天的衣服好看，我白天的是新娘的他我的衣服热很，我忙着和忙着不知道到处都，天都没有了，现在都晒着了呀，就还在，我那么忙的，那老公们还有人家，也到五十多了，我就吃完饭，就还在这吃饭干了，不许吃。啊要的要用车就是我还没买的我的我去买多了你我的车我的车的车要的不到这我的都得住的我的要那个刀的那个刀的那个刀路搞一零度一蒙了多盘那个杯对我的车一套给人我车啊这些地他们离断嘛，你们穿啊，好弄对了。现在是穿到你家了，我给你准备起来哈。这在家这个你的房间，如果你到处跟不跟，哎，哪个穿你就怎么了？到啊，包括到我这么早一出来，我房间了，这里了，然后啥晒了天，那里跑不进来了。Thank you.
说早知道养个三只鸡，把鸭子扎那么尖，直接扎那一两天天，是吧？要不我一两天中国不能中两天的，那个到在中国我们，我要不我在中国了，扎那么尖的，你要母亲等等，不干净，你要不干净了。人家中国抓不住债，忘了人家中国抓，中国债了，人家还有钱，说话不还明白。